非常感謝你哋同我分享你哋嘅成長經歷。每一封寄嚟嘅信我都有睇噶，雖然可能未必同一封速度啦，咁但係每一封我都會睇嘅。其實我覺得成長入面可能會有好多唔如意嘅時間啦，可能會有灰心嘅時間啊、失落嘅時間。咁但係只要大家好老土嘅，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你就會可以跨過呢個難關噶啦！加油！而我一旦身覺得始終要找一個人提供。